大家好，我是爱德童书店的童老板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上人文化出版的好棒的超级市场。这套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推拉转拉，我们看看，这个购物车就在转动，往前推，这个妈妈推的一个购物车里面还坐着她的小 baby， 往前走，这个人在选东西，这边有很多水果，哇，这个人在选肉，这个人推了一台空的购物车，他手中还，这小朋友手中还带着一个布偶。这个妈妈推着娃娃车，带着小 baby 要来买东西。这个人买好东西了，把东西放到汽车里面去。这是停车场，这是购物车，空的购物车，营业中，超级市场营业中。门打开，哇，里面很多人在选东西哦。门关起来。哇，好多水果，好多青菜，水果，西瓜、香蕉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然后这是什么？橘子吗？这一袋一袋的，还是柳橙？然后这是胡萝卜，这是番茄。哇，这边好多是好像是洋葱的样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西洋梨，这是草莓。这是，哇，越买越多了，购物车都堆到像一座山一样啊，买太多了。本来购物车空空的啊，推到这边来就买了很多东西。这边是牛奶，这是果酱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妹妹拿猫食，阿姨找蜂蜜。她在找蜂蜜，蜂蜜在哪里？蜂蜜在哪里？小草。哇，这个买好东西要结账，把东西放在这里，然后这输送带就一直往前跑，跑，结好账就跑到这边来，然后把这个东西他们拿到上面去，东西是搬到这个输送带啊。这个人又买了一本书，在看书。这个人买这样的东西，用个篮子提着，大家排队到收银台付钱，然后推过去以后再把东西装到这儿啊，还要付钱掏钱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好棒的超级市场。